有时候有华哥啊，哎，我看到你哈，我这个肾上腺素就开始往上升。哎呀，你不用肾上腺素飙升，因为我会让赖清德，我会让新潮流的肾上腺素飙升。哦，真的，哎，但是刚刚郑正奇老师已经帮我们冲到超过2700人的线上观看了，泡泡过来几嘞？鼓励一下，突破3000人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要超过5000人，好不好？啊！你刚刚讲我肾上腺素，哎，我只要讲到新潮流，讲到赖清德，讲到民进党，我肾上腺素必然飙升的比他们低，他们会比我快。嗯，为什么？民进党不倒，台湾不会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今年一定要政党轮替，2024年1月13日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去投票，投票，把民进党轰下台，好不好？啊。那我在这个地方讲，不是同温层取暖，我们是在神明面前讲话，讲话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的。好，我们讲话都要有根据。为什么我说要有根据？神明在上，我们不能胡说八道。我现在先讲新潮流，新潮流最近倾巢而出，他倾巢而出就当然帮助赖清德，对不对？ 对吧？对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新潮流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，你们要不要听？全部都是廖北啊。哦，从总统候选人到他的地下总干事叫做李锦祥，他们知道新潮流，给他们看了春风档案以后，我现在直接点名哈。第一个李锦祥，请问你在台中市，你在丰原的三明书店，那我去过4-5次，那个人就叫李锦祥哈，他是赖清德的地下竞选总干事。他看了档案以后，他点出了20个新潮流的廖北啊。哦，这么多。好，这是一个。这个新潮流是包含总统候选人，对，包含某个县市的县市长，还有包含这个区过去的黄国书啊，不是，黄国书不在这个区了，抱歉抱歉，不能冤枉他，不能冤枉他，所以我们要选给哈廖伟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我就开始讲，他点出了20多个。我过来的时候看到民进党提名的8个，3个都是廖北啊。啊，他们那个时候拿的是什么廖北啊的钱？这个是李锦祥通通指出来了。哦，但是民进党敢不敢公布？绝对不敢公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第二个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卓水。哦，林卓水看了档案以后，居然有7个人监控他，一个人哈已经做了监察委员，名字我就不讲了。一个是谁？各位晓不晓得？一个是北部的某个县市的县市长，还有一个现在呢已经到了南部，从县长位置上面已经下来了，还有一个。这个人非常可怕，就在蔡英文办公室啊，就是廖北啊，在他办公室里面啊，现在好像不在了。哦，现在不在了。第一任的时候在他办公室，也是个廖北啊。他是廖北啊。哦，各位看看哈，新潮流都是廖北啊，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叫做杨碧川，大概施正峰教授知道，他呢连档案他都不敢看。他就直接跟我指明了4-5个，我这样子算一算，都是新潮流，全部都是新潮流。所以新潮流说他要讲台湾独立啊那些，我说靠北了，当着神明面前讲哈，我说你敢跟我对赌，你敢实施台独的话，我就称你为新台币台独，对不对？你们搞那个台独的就要赚钱。好，
第二个我就讲到新潮流，火力发电，还有绿能发电。我现在告诉各位好不好？我知道的是，新潮流为什么要成立19+1的公司弄绿电？各位晓不晓得原因那是什么？你们大概不知道。对，第一个，他们这些保卫战全部都没有核能知识，核能可以干董事长。那你说你要做一个营造商，你至少你要懂得工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过猪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过猪，总该看过狗走路吧？对不对？那我讲的是他们的狗，他们就是狗。今天那我不怕，为什么？他们第一个没有核能知识，第二个，他们可以引进国外的技术。那所谓国外的技术，他要跟外商签约。对，他跟外商签约，把他引进进来的时候，就开始划定地盘。是，从新竹，从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是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。都是在新潮流当时在执政的县市之下。没错，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？全部都弄绿能，引进外资去收买地方派系。是，收买地方派系，你要找地啊，地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水沟上面、河流上面、余温上面，可以什么叫做鱼电共生？鱼也可以养，对，电也可以养。我告诉各位哈，鱼电共生，台湾问台电的一度电补贴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最多5块，最少2块。一度电哦，我想请问大家的乡亲父老，你们家每个月的电费是多少啊？你一度电是多少钱呢？这些钱全部到了什么新潮流的口袋里面去了。各位想想看哈，一年我的估计哈，如果我有错的话哈，新潮流那你告我好了。好，我们就在神秘面前讲，至少各位知不知道2000亿，这个叫做公然贪污，用政策贪污。你说民进党要不要把它推翻掉？要不要让他下台？要不要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各位再来看新潮流干了什么好事？新潮流干的事，郑文灿那些，那我最近呢，我问了，我也问了国安局的我的朋友。我说郑文灿明明是绯闻案，你们怎么办到叫做国安案？对，我说郑文灿，他的权力会超过蔡英文吗？我说你看蔡英文没有绯闻案啊。为什么你们新潮流一大堆都是绯闻案？是、啊、什么八国联军？我告诉你，那我2个礼拜前已经讲了，他们居然不敢告我哎。对啊，没有告你啊。没有告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。我说什么叫做八国联军？各位知不知道，澳门赌场外面跟旅馆之间的通道上面，有阿根廷的、乌克兰的、俄罗斯的。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印度的，对，还有南美的，还有南美来的哈，我们叫八国联军。可是啊，他敢开八国联军呐、替慈禧太后报仇啊！但是慈禧太后已经100年了，是1900年，现在是2023年，总共173年。郑文灿，哈，了不起，梁文杰也了不起，对，去开八国联军。开八国联军的时候，那个人不是我，当然我相信那个人绝对不是郑文灿，因为呢，我帮他说一句公道话，省得他告我。我告诉你，郑文灿干的是八国联军，他哪敢干什么中国人呐、什么台湾人呐、只要华人脸孔，他敢干吗？郑文灿真的能干呢，能干到最后变成国安问题啊！对，这个人是谁？新潮流。我有没有说错？没有。对，好，这些完了，我再跟各位讲，你新潮流还有什么宝贝的事呢？
新潮流就叫公营企业，你们给我弄一个地下俱乐部，弄个地下俱乐部搞的房中房，不是房中秘术，它叫房中房。对，你看上了就带到厕所里面去，或者小房间里面去。这个名字要不要公布？我想算了吧。没有，因为他们都有妻儿啊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因为我也跟他们见识过。你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形容哈。大概有四五个立委，都在干这些事。哦。他们就弄了一个小秘房，外面可以吃饭、可以喝酒、可以打牌的地方，打牌的后面就有一个叫做房中房。房中房。哎，房中房大概五六平。五六平，他们找的绝对不是台湾的女孩子，啊，八国联军，又是八国联军，哎，又是八国联军，叫做东南亚的八国联军。哦，这换个口味，哎，换个口味，对，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干？哎，没有，这个干是中性名词啊，那我没有讲那个，对，我知道，对对，那你要帮我解释一下，对对对，我也有个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那你帮我干的干嘛？对啊，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他们为什么不找台湾女子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怕认识她。哦，哎，也对。哎，对，认识她出来一讲以后，那就完了。她又是九国联军了，变成八国联军。啊、哦。八国联军还有一个国是什么？台独国嘛。哦、啊。你们搞台独，就是为了弄八国联军吗？对。不像话嘛。真的。今天呢，我通通讲，还有一个，我们再来讲到，新潮流的，新潮流的就是赖清德，我已经讲了那么久哈，现在萧美琴回来了，萧美琴是我过去的朋友，请萧美琴问问看，她1991年到1999年这八年。他干的是什么？高级卧底。啊？高级卧底。又卧底了。他又卧底，干了八年。档案上面有，蔡英文在2019年逼退赖清德，是，就是拿情治单位的档案逼他退选。哦。你看这件事，我已经从7月讲到现在，我已经等了5个月了。他还是不告你。他还是不告我。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告我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那我没有双性恋的倾向哈，那我跟我太太结婚33年哈，那我没有双性恋的倾向，不是说那我喜欢赖清德，赖清德喜欢我啊、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做一个总统，你要不要把你过去的历史通通讲出来？对，各位去看赖清德所有的传记，他前半段他都不讲，他谈的都是他的后半段。对，他说他是矿工之子，那我相信。他说这个违建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地，你要拆掉，这个对我感情上面我难以承受，我难以伤害。但是你出卖同志，但是你出卖同学，请问你良心会心安吗？对啊，萧美琴就必须要好好帮我去问一下蔡英文，这个档案什么时候公布？我告诉你赖清德，我就吃定你这一招。你相不相信？现在都是这些人当政。好，刚刚春琪兄，刚刚施教授，刚刚罗志强，通通讲战争与和平。我现在告诉各位一句话，现在为了一男，大学不是3+1吗？对对对，3+1。读书3年，哎、一年当兵，当兵一年，4年。嗯，全国有那么多的大学生，对，主动报名的那是谁？主动报名的各位知不知道？那有几个人呢、啊？细仔来。46个，只有46个主动报名。哎，主动说我要3+1的，哎、我要3+1的，46个。所有的大学生46个。那这个不是在开我们国家玩笑吗？对，那你教育部搞得这样子，好，各位晓不晓得？好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打断你一下。好，因为你那个3+1，我们现在正式超过线上3000人啊！对，谢谢大家，正义的声音总是会传播出去的。正义之声，
非但要传播出去，你更重要的要让民进党下台，明年一月十三号让中天复台，好不好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就是没有中天，他们胡作非为。没错，因为大家通通不敢讲，怕查水表。大概那我比较是老大了，他们不敢查我水表。哎，他倒是倒真的。那我敢那个查他们的什么婊子的事情，八国联军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，对。我现在那我告诉你。童言无忌，你敢嫖我就敢讲，对不对？你敢嫖我们不能讲，一讲你还国安问题，我跟郑文灿对赌，如果他敢告我，以后我不上电视可不可以？要不要赌一赌啊？要。好，除了三千，我们还希望大家抖内支持中天复台，抖内支持中天复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一个，那我开始讲的，各位知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每一年募兵的人，比哈退役的人，还有说我适应不良的人，还要少，还要少，对，越来越少，4600多个。那你募兵呢？好，一个是46，对，一个呢一期4600，我要退训，要退对，要退役啊，等等，我要退役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用一个黑熊学院的沈先生，他说我们要打游击战，那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他说是急难救助啊，那些急难救助那是护理的事啊。对，你说你要打游击战，那你干脆把他空投到中国大陆学毛泽东的游击战，那反而比较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说现在民进党是拿了台湾人的钱跟生命来跟很多人对赌，那对赌呢，他也不敢对中国大陆怎么样，所以只好搞那个八国联军，他来自卫一下嘛。没错，好，没有错。还有一个，除了这一些以外，民进党政府他对不起军人的一个地方，我希望国防部长好好查一查。第一个，情治单位去克扣别人县民费。第二个，情治单位报那个假的情报，万一是假的情报的话，那对不起，很可能引发战端。蔡英文任内敢不敢查？那赖清德推荐几个人到那个地方任职？对，蔡明燕呢？你敢不敢查？通通不敢查嘛。所以那我说，民进党现在变成水沟里面的老鼠，加上一个什么癞蛤蟆，对不对？对。柯文哲讲那个民进党，那我现在给柯文哲7个字。柯文哲说他痛恨民进党，对不对？柯文哲讲的。对，他讲过。不是那我讲的啊，我告诉你柯文哲怎么讲，为什么他痛恨民进党？臭虫老鼠民进党。对。臭虫啊，现在臭虫大举入侵，这个是民进党的德政啊。老鼠，他是说民进党是地下的老鼠。对。然后他痛恨民进党。本来他讲国民党是什么蚊子蟑螂国民党。蚊子蟑螂，对。现在柯文哲，他对民进党讲了一句啊，臭虫老鼠民进党啊，你看民进党敢不敢放屁啊？不敢嘛，只会真的没有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民进党没有反驳啊，跟我一样啊。对，那我讲了那么久，讲了那么多的廖别啊，讲了那么多的八国联军，讲了那么多的国安问题，请问有没有人敢告我？我是公开讲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要说，今天民进党不下台，台湾不会好。对，我恳请大家1月13号用选票把民进党赶下台，用选票让中天复台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我讲到廖伟翔，他是我哥们，你们投他好了，我愿意哈担任他
义务役的志工一年，希望大家支持廖伟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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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华哥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